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25页，225页，倒数第四行，六。微细相容安离门，《华严经》上独有的十玄门，它的内容我们读过。前面我们深深感觉到这个什么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宇宙的真相，十大奥秘，这宇宙的秘密，没有人能知道。在哪里呢？就在面前。大，虚空法界；小，一毛一尘，无一不具足这十种奥秘。啊，谁能看得清楚呢？把这个宇宙奥秘揭穿了，扩修根哲学就是干这门事情。啊！但是佛说这十种奥秘，这个扩修哲学还没有发现。啊，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扩修哲学大学问。佛说，法身大师都知道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什么？我们要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变成自己的境界了，我们就已经到法身菩萨的地位了。啊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十宝庄严土。那，为什么？经永远是随着念头转的。啊，这种认知是发生菩萨的事情，不是别人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每学一遍，就加深一分了解。啊，读个十遍、百遍，都不得其门而入。正是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什么义？就是这个义门。啊，一个门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幽玄的义理。理有四显的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琐碎这个事里面显示出什么？啊，看到这个什么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叫法身菩萨，跟我们凡夫看法真不一样啊！啊，法身菩萨凭什么见到的？凭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而不迷的真心看到的。理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话是真的，
一点都不假。啊，这什么哪个不具足啊？不管你知不知道，统统具足。啊，知道的就是觉悟了，法身菩萨；不知道的，啊，三乘跟凡夫。差别就在此地，除此之外没有差别。啊，今天我们看第六，微细相容安理门。大疏曰：如琉璃瓶沉多戒子。这是比喻说，琉璃瓶古时候称琉璃，就是我们现在称水晶。啊，它不是玻璃，玻璃是人工制造的，水晶是天然的，啊，算是宝石之一，啊，七宝里头之一。佛经上也说叫它做玻璃，啊，玻璃就是水晶。啊，就是琉璃。啊，但是琉璃里头呢，也包括了翡翠。啊，透明的，绿色的玉，啊，透明的。这个瓶子里面呢，装了很多芥菜籽，芥菜籽很小。啊，像芝麻粒一样。这以上各门，以上讲了五门：邪明、光瑕、无碍、一多相容。啊，都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是今次第六门。啊，现在这一门微细相容，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亦可涵容一切诸法，一毛是一根汗毛，汗毛呢是讲毛端，那个尖端。这是正报里的最小的啊，这么身体 啊我们能体会到能看到最小的汗毛的尖端啊，用显微镜来看就看得很清楚。一尘是一粒微尘啊，一粒微尘粗细不等。大乘佛教里面说的这个一尘，是在毛端上，可以停留在毛端上，不会掉下来。那这个为什么不会掉？它有引力。啊，人在地球上，地球在转，不会掉下去。什么原因？它有引力，把你拉住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一切物质都有引力，啊，大小不一样。啊，这一毛端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吸引住，哎，它不会丢掉。啊，这么小的东西叫尘。啊，从哪里讲起？从牛毛尘讲起，牛毛粗，比我们的汗毛粗。啊，那一粒尘很大，眼睛好的人可以看见。啊，有一粒尘，那眼睛很好的人能看见。佛说这一粒尘土啊，
你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，那就很小了。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，叫羊毛尘。羊毛比牛毛细，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尘。啊，兔更细了。啊，羊毛、兔毛，在中国可以做毛笔来使用。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，肉眼看不见了。啊，这很小的微尘，佛教叫做水尘。啊，水有相当的密度。我们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。啊，它还是有很多空隙。这一粒尘呢，在水的空隙当中，它没有障碍的通过。啊，它可以从水这边传到那边。啊，这很微小的东西。那么这个尘还能分。再分成七分之一，叫金尘，金属。金属密度大，但是依然有空隙。啊，这一粒小的微尘，在金属空隙里面通过，没有障碍。啊，金属虽然密度大，里面孔很多。啊，而且很多孔啊都是连接的。那金尘再分为七分之一了，叫微尘，在佛经上通常讲的微尘。啊，这个微尘，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色界天。无色界天人他们看不到，小乘三国阿那含也看不到，四国阿罗汉看到了。在我们想象，应该是现在科学所说的原子。啊，佛经上说的微尘，啊，我们肉眼真的看不到。那么这个微尘还能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，这一直分下去，叫色聚即微。色聚即微，色是物质，很多小的物质聚在一起，可以分析，应该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粒子。夸克啊，科学家发现中再给他分析啊，基本粒子六七十种之多，夸克也如是啊，上百种的，那么这个通通叫色聚即微啊，色聚即微再分析叫极微色，极微之微，再不能分了。啊，但这个东西呢，被现在科学发现了。啊，科学家称为微中子。一个微中子多大？它的体积是电子100亿分之一。啊，不是万，是100亿分之一，那么小，这才叫基本的物质。啊，再没有比这个小的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分了，分就没有了。科学家找到微中子，再把微中子打破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物质没有了。
啊，发现的是什么东西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这就是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。啊，科学家向世人宣布，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物质是不存在的。啊，这是科学研究物质的结论。啊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念头产生的幻想。这叫一尘，就是念头产生这个幻想，啊，这就是极微之微，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所称的微中子。一颗含容一切诸法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阿罗汉看不到。阿罗汉能看到原子、粒子、夸克，阿罗汉看不到。那么这种极微之微，佛在经上说，谁能看到呢？八地以上，啊，真正是宇宙奥秘啊！到八地、九地这个地位，他们看到了。啊，极其微细，他也明了，也清清楚楚。啊，更神秘的是这个微细的物质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，它这个里头含容一切诸法，也就是含容整个宇宙的全体在里头。啊，宇宙没缩小，它没有扩大，这就是小能容大的啊，微细相容啊，大中有小，这没问题，这我们都能看见，小能容大，我们无法想象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。那么从这个事实中向真相来看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，细胞太大了，细胞肉眼能看得见的太大了，啊，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无数无尽的虚空法界在里头，设方诸佛在里头，设方诸佛刹土，设法界的一真庄严都在里头，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啊，所以你看到这几后头的几句话，啊，一毛一尘之中，无边刹海，无量无边，这个刹就是佛刹，一个佛刹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这里头一切诸法啊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还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，虚空法界通通在里头同时涌现，如
一境中啊，应现万象。再举个比喻，像一个镜子，照外面，通通把境界相都收在里头。然后我们回头想想，开悟的人，什么东西不学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这答案出来了。自信的性德没有障碍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每一个一毛一尘里头，你都看到。但是这个是这样拔地才行。这是拔地菩萨的境界。但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初住以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在推想当中，可能他看到，他看到模糊不清楚。拔地是真正看到了清正这个境界。初住以上确实也能看到。所以智者大师把41位化身大士称他为分真即佛，而且用比喻说把自信好比是月亮，晚上看月亮，真月亮不是假月亮，初二初三是个月牙。看到像峨眉一样，是个月牙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13、14接近圆满，月光遍照，那也是真月亮。它跟初二、初三没有两样。大臣用这个来做比喻。月牙刚刚露，那就是初住菩萨。露得很明显了，那大概是二住、三住、四住。到了14，快要接近圆满了，那就是八地以上，真正满月了。那就是妙觉如来，再不能比这个更远的了，比如说妙觉。所以明心见性，就是初住菩萨，他见的是真月，不是假月，但是月光大小不一样，从初二、初三到15差别很大，这个就是比喻。41个阶级，所以在10报图里面，还是不断向上提升。那个提升的道理，见性呢，无明断了。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无明虽然断了，我们想到前面2种烦恼都有习气。见思烦恼断了，成阿罗汉。阿罗汉带着有习气，真的没有烦恼，他有习气。
啊，阿罗汉在这个果位上把习气断干净了，他就升级了，他升到辟支佛了，他不是阿罗汉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阿罗汉有见思习气，没有见思烦恼。啊，辟支佛呢，连见思习气都没有了。辟支佛比阿罗汉高。啊，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啊，尘沙烦恼不是自分的，见思烦恼是自己的。尘沙烦恼是什么意思呢？度化众生，众生根性不起，无量无边。你要有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你才能度尽众生。所以法门无量是圆虚啊，所以那对他的啊障碍法执啊，是这么个情形啊，所以菩萨要不断去参学。没成佛之前要参学，要提升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啊，才能普度众生啊，到成佛了这叫圆满了啊。无明烦恼两种都障，障自己也障度生啊，无明是起心动念的，修行全在日常生活，没有离开生活，没有一定的法门，所以法门无量，穿衣吃饭日常工作，待人接物，无一处不是道场。啊，就看你在现前当下这一念，你起的什么念头？它就现什么现象？因果同时啊，前面我们读了啊，十门第一门是众门呐、啊，同时具足啊，这个地方同时涌现。这不是很有味道啊！一念觉是佛境界，一念觉才现前，你就是如来的化身，因为你入无如来境界了啊！你自己所住的是净土。别人住的是秽土，秽土跟净土同时存在。啊，心不一样，境就不一样。释迦如来示现在这个地球上80年，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，跟极乐世界一样，我们看不出来。他视线的那个身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看到他
如来也住在我们无住无实，那是他实现的，是他表演的舞台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我们看不到，真的是后台。我们看到台前，没看到台后。啊，台前是闲聊，台后是隐秘，隐秘同时。啊，我们今天是稍稍能够体会一点，没入这境界。啊，从稍稍体会，我们就生起信心，我们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。啊，怎么起如呢？两个办法同时并进。啊，第一个办法了，就是念佛。因为这一句佛号，我们在念佛，十玄门具足，你自己不知道，通通具足，妙绝了。啊，什么事情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应付了。啊，第二呢，深入经藏。啊，深入经藏最好的，那就是华严。那为什么华严具足一切法？啊，华严真正明白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什么都通了。啊，那么深入华严之先呢，我们要深入无量寿经。啊，无量寿经就是华严，在无量寿经掌握了纲领，再回到华严，像吃冰淇淋一样，一点不费事，非常轻松愉快。啊，这是个门道，是个非常巧妙的门道。啊，那么就知道无量寿经对我们的作用太大太大了。啊，学习贵在落实，如果没有落实，那我们是只是觉悟，觉悟跟清正有很大一段距离，而且只有觉没有正。啊，还有一个麻烦，魔来扰乱。啊，也就是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来勾引你，你能不动心吗？啊，如果是正悟呢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一切诱惑你不会理会。为什么？你真正了解这一切诱惑都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所以这个诱惑对你啊帮助了，不但没有伤害，张帮助了，帮助上成就你的定力，成就你的智慧，也就是你经过考试，经过这个关通过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解悟没通过实验，啊，没有通过考验，啊，你还考不住。啊，这是古今中外。我们讲大修行、大成就的人，我们看到了啊，功夫不成熟啊，
又活到了。啊，他在境界里起心动念，他就失败了，考试不及格。啊，最可怕的，跟着魔走了，在境界里又升起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念头啊，他又升起来了。啊，这就说明说，觉悟的时候，这个念头是被他的知解控制住，好像不起现行。境界一现前的，经不起诱惑，又现前了，这就堕落了。啊，这是说明菩萨修学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？啊，真的叫无量劫。啊，就是因为进进退退。有的时候一退，退到地狱去了。从地狱再出来好难啊。时间是论计算的。啊，遇到佛法再修行。他阿赖耶有种子啊，再修行。修行还要同样要经过考验。经不起考验又退。麻烦在此地啊，遇到净宗这太难得了。这经上告诉我们，多少菩萨想遇这个法门，求这个法门，遇不到啊，没有机缘的。这就说明遇到这个法门太难了，遇到要真正掌握住，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达到十住菩萨这个阶级，这个级别非常容易成就。啊，真正真的三不退也。啊，方法没有别的，真正清净，真正平等，真正不迷，不迷就是求，跟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清净平等求相应。啊，这些考验你能通得过？啊，这是得力什么？得力弥陀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，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！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再多都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为什么假的？六道轮回是假的，设法界是假的。再说到底，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。我们很清楚，只有常寂光是真的。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，谁能诱惑你？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那这得了吗？这才叫究竟圆满境界，这就是回归自性，这就是妙觉果位。但这一点点小境界就动心了，这不行。
啊，小名小利，起欢喜心。啊，小小不如意啊，心里就气愤。古圣先贤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根呐、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呐、你要把这个因跟缘断掉，果报就没有了。啊，谁来护持你？诸佛如来，龙天善神。啊，这还起心动念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念佛人，功夫还没成就，啊，这些境界天天都来烦扰，为什么呢？他就不希望你成就。真正学佛的人是怎么对付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很多啊。啊，你能说锅炉匠没有吗？修无法师没有吗？啊，刘素云给他姐姐没有吗？回头想想我们自己，也有啊。怎么对付？这遇到了，欢欢喜喜，接受考试。那就通过了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顺境好，阿弥陀佛，逆境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？逆境考我，他让我生欢喜心，让我起贪念。我一句阿弥陀佛把他送回去了。逆境来考我，他希望我生烦恼，他希望我怨恨，我也欢欢喜喜感恩啊，阿弥陀佛，把他退去，妙绝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请求弥陀本愿为神加持我。啊，不受外境干扰啊！我们烦恼习气太重啊，这些话、这些事得天天提醒。啊，所以我自己的经验，这60年不开，没有离开这个经论，这是我最大的受用。我要离开经论，外面这些诱惑。顺境逆境，我逃不过。晦气贪心呐、逆境晦气怨恨呐、全靠经论，长时间的熏修。啊，天天读，天天熏呐、天天熏习。啊，所以关关通过。从这里的吸取经验，经验越丰富就越自在啊！啊，什么样的挑衅都不怕啊，而且是欢迎的挑衅啊，就是不怕考试，欢迎你来考我啊！每通过一次考试，自己就提升一个阶层，这肯定的嘛。
啊，很深的这个经典，啊，初学的时候一遍、两遍、十遍、八遍，印象都模糊啊。啊，可是几十遍下来之后，哎，才清楚了，还是这本书。啊，也就是前面10遍、20遍没看懂，后面越来越清楚了。啊，同时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处人这个待人接物之处，啊，经过这些考验，再看这个经文，明白了。啊，在这里我们就深深体验到世尊出现于世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只为一桩事情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离究竟苦，那就是六道十法界。你能够摆脱六道十法界，这叫离究竟苦。啊，从此又再不受苦了。没有离开六道，要受大苦；没有离开十法界，受小苦。四圣法界苦很少，不自在呀，没见性。啊，不，没有能力周游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超越十法界有这个能力，这真正叫自在呀。啊，清净一切诸佛如来，哪个不愿清净？啊，个个都想清净，一尊佛都不漏。啊，可是波地凡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啊，对阿弥陀佛能不感恩吗？啊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！为什么不感恩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，不知道阿弥陀佛对你多好，不知道。啊，虽然不知道，甚至于忤逆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对你的慈悲关怀照顾没有减少一分，这样得了啊？啊，如何报恩？念佛往生就是报恩。啊，自己有信心，有志气。啊，人家能站着往生，我为什么不能站着？人家能愚痴实质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啊，你要问这个原因，你就问眼前考你的境界，来恭维你，来赞叹你，来捧你，你有没有欢喜？你这一欢喜，失败了，不及格。啊，人家来回报你，来糟蹋你，陷害你，有没有怨恨？啊，还有怨恨，又失败了。关关考试都不及格，怎么能报恩？啊，要知道，生活修行就是考试啊。
就是参加考试啊，分分秒秒都在参加考试。关关都通过，你说你都欢喜，叫法喜充满呐。关关通不过，这个难过。难过没用处，回过头来，老实念佛。我念佛拜佛，读经。听讲。很快，你就会开悟。为什么很快？你是用真心。就快了，还用妄心，那就难了。真心做人吃亏，是的，好像是吃亏了，实际上一点亏没吃，占了大便宜。这真心哪有吃亏一点？那吃亏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实在说，就是个妄念，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，这妄念。妄念是从第六识、第七识来的，第七识的执着，第六识的分别。下面引《普贤行愿品》几句话，《普贤行愿品》云：“一尘中有尘俗刹，夜夜刹有难思佛。”这是微细相融。一尘这个概念我们有了，一尘就是现在讲的业力微中子，这物质最小的里头有尘俗刹，像微尘一样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。这一尘当中有华藏世界，华藏是大世界，多少华藏世界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看，一尘当中有尘俗刹，那个尘俗刹里头，每一个尘俗刹里头又有一尘，一尘里头又有刹，重重无尽，没有底也。这叫小而无内也。这个才是自信的真相啊，实相啊。大乘教里面，佛常常告诉我，八地以上就真的了。你才晓得佛没有大妄语，佛说的话句句真实，一定让你亲证。所以我说佛教是科学，科学最后拿证据来。佛法你没有到亲证，你不算成就，也就是说你没有毕业。什么时候毕业呢？亲证就毕业了。
信解行证啊，这才能毕得了业啊！我理解，我能讲得头头是道，没有做到，没有证得，你只有说通，你没有宗通。换一句话是，你还是在六道里头流转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学佛人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学佛，佛的心愿是希望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这是最容易的法门。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没有骗我们。啊，怎么没有骗我们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，这就没有骗我们。如果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只比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，成佛还是没希望，那去有什么意思？啊，那个弥陀对我们的恩德是有限量的。啊，在极乐世界帮助我们成无上正等觉，这个恩德就无穷无尽了，圆满的。啊，我们想能到十方世界去参学，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。阿弥陀佛心量很大，并不是说你只能跟我，不可以跟别人，不是的。啊，他的善巧方便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。我们在极乐世界，啊，我们的身叫报身，确实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有离开座位。啊，可是我们能够化无量无边的分身。应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去供养，去闻法。阿弥陀佛不但没有限制，还鼓励了。啊，让你去听听，去看看，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，才知道阿弥陀佛恩德大，真没有骗我，我完全看到真相的。啊，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跟阿弥陀佛一鼻孔出气，无二无别。啊，为什么？英雄所见，不是大略相同，是完全相同。啊，诸佛如来所证得的，阿弥陀佛全证得了。怎么会是有两样呢？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能叫所有的学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心定下来了，如如不动了，分无量无边身，参无量无边诸佛，跟弥陀没有两样。
心自然不动了，妄念自然不生了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很短的时间就圆满成就。啊，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。普贤行品底下一句，余业毛端极为重，出现三世庄严场。这一句里头着重在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连未来佛都看到了。为什么？十方三世不离一念，你能掌握到一念呢，十方三世在其中。没有丝毫隔碍差别，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就是一念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同时具足。啊，首先第一个是总数。同时居住相应门，你再细看有这么多深妙不思议境界，都是一念居住啊。我们现在是一念迷也，没有觉察到菩萨心清净啊，所以在一念觉 啊修行修什么，现在总算搞清楚了，讲的再多，说的再细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，清净。那我们的心就是不清净。啊，清净就正果了。啊，清净心就决定得生。除非你不想去。你要想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的清净心的啊，清净是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，一个妄想都没有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只有一句佛号，这叫清净啊。清净界深等平等，平等心往生，生上面二土。方便土、十八土啊，只有清净心、平等心还没有现前，生同居土、方便土啊，看你自己功夫浅深啊，这是到极乐世界的深处。啊，如果真的觉而不迷了，他决定生十八土。啊，生十八土就是法身大士。啊，那么这个境界，一尘中有
陈素茶，夜夜茶有难思服，余夜毛端即为中，出现三世庄严刹，通通是现前的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一点都不怀疑，但是自己有障碍，没见到。我们深信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这八地的境界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换一句话，你统统见到了。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之处。啊，84000法门，一切刹土清净才算数。啊，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凡生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就清净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，原教初住到等觉，这41个位次都叫阿惟越智菩萨。念佛的人跟修其他的法门人不一样，念佛人确实有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。啊，所以你的进步会比别人快。越单纯，功夫越得力，越快速。啊，所以像郭楼江这种人，他单纯到基础，真的一个妄念、一个杂念都没有，所以他非常快速。啊，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。即使是生凡生同居土，他不必一级一级的提升，他会跳级。啊，会跳得很高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对于四相有信心，不怀疑，这真心此意呀！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微细相融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大小。没有时间空间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华严经上所说的，回头再看无量寿经。经本经，积累啊，积功累德品云，为法藏比丘于因地中，身口常出无量妙相，身有相，口有相，又如赞叹。啊，赞叹是最好的相，又不如画，这是最好的画。啊，画也有相，其相普熏无量世界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自己障碍放下一些，也能闻到
啊，我们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造成了障碍，所以闻不见，手中呢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啊，理要有情啊，来帮助众生。那么我们想，我们现在很需要啊，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？其实阿弥陀佛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啊，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啊，还嫌他没照顾到啊。哎呀，如果阿弥陀佛，我们要黄金，黄金就送来了；我们要宫殿，宫殿就现前了，好不好？正常贪心，所以阿弥陀佛不给你啊，给你是害你啊。这个我们要晓得，我们想想，我们能受得了？受不了，接受了无动于衷，这个就可以接受了。啊，得一点点小利呀，就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不是智慧增长。不是定功增长，不是德行增长，是烦恼增长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增长。啊，所以佛加持你，你的语言没成熟，那不能给你，给你的时候是害你。要慢慢调教你，慢慢让你熟悉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有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说有个大长者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啊，家里有亿万财富，啊，他认识这个儿子，儿子从小离开家，不知道这是他家。不知道长者是他的父亲，长者要认他做儿子，吓死了。啊，他就赶快逃掉了。啊，长者怎么办呢？雇他做长工。啊，干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家里养的牛羊很多，叫他去捡牛粪。捡羊粪，你天天干这个，哎，这个他接受。啊，干了几年，慢慢提升。啊，干到20年了，这越地位越提升越高。啊，叫他管管别人。到最后，长者走的快要走了，才召见他，告诉他：“你是我的儿子。”他已经跟了20-30年了。啊，能接受了。全部财产都给他了，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呢，如是如是啊。诸佛如来所有的是你自信去做的，你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佛能够给你的，你自信没有，那你怎么接受啊？啊，全是自信所有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全是自信，
本自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现在就是你迷失了自信。啊，你都过这么辛苦的日子，啊，造作种种罪业，还免不了六道轮回之苦，这是可怜明者。这是佛言所看见的。佛的无尽慈悲也，啊，教导我们回头是岸。啊，不要再跟着意识走，我想怎样，我想怎样，全都是妄想。啊，住在这个世间，要了解世间现前的真相。啊，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。啊，应机施教啊。啊，那么今天最重要的，帮助这个世间人回头，用中国一句老话说，认祖归宗。我们现在背离了祖宗，认为祖宗没有智慧，祖宗是个野蛮人，没有文明。这个错了。祖宗有智慧，祖宗有正确的看法、想法。我们的看法、想法错误了，我们没有智慧，只有烦恼。啊，烦恼的根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。自私利的根是什么？有个我。老子有一句话说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呢。”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，多好！所以，六道凡夫，真正高级凡夫，他不要身体，这就是四空天。叫无色界啊，这个里面的众生没有身体，没有身体就不需要居住的房屋的宫殿，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啊，我们一般称他们叫灵界。啊，俗话说灵魂。啊，他们不会去投胎，不会去找个肉身。啊，那个东西苦，那个东西会变成自私自利，就不要那个身体，高级凡夫。啊，化身菩萨、阿罗汉这些人，都把身放下了。我们在经典里看到啊，
佛法真正入门，是身见放下了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看法，统统放下。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这样记住，要常常想到，我们还有身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贪嗔痴慢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？道道地地的凡夫。啊，干的是什么？干的是轮回业，这是我们一天到晚做的，造因呢。轮回业将来的果报就是轮回，依旧搞六道。啊，六道里搞哪些呢？多半跟三恶道相应。为什么？都是为自己，自私自利。好事可以干，与自己有利，与自己没有利的好事不干。啊，这都是跟三恶道相应的，跟三善道不相应的。三善道的人，念念为人着想。啊，三善道我们特别提到天道，天人的德行，啊，不要说高了，欲界天，欲界六尘，死亡逃离，平修福报，啊，真正修上平十善，就能够升天。啊，具足中国老祖宗的所说的无能无常四维八德，真做到了，真正落实了，决定升天，逃离天。往上面去呢，十善里头还要加一点东西，加四无量心、慈悲喜舍。四无量心，啊，生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利益别人的，不是利益自己。啊，三途众生第一个业因就是自利。啊，自利不损害别人，这还好；损人利己，果报在三途。啊，魔鬼地狱出生，几个自利不损害别人的。啊，现在做生意卖东西，卖假货，这就是损人利己啊！啊，货真价实，我自利，我不伤害别人。啊，能够自己少得一点利，多给别人一点利益呢，这就是天人。
啊，所以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起的是什么心，动的是什么念头。啊，今天是个什么时代？东方把传统文化收获了200年了，外国人把宗教教育收获了也是200年以上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因果没人相信了，对古圣先贤怀疑，对一切善法怀疑，对自己的善根怀疑，这种办法。啊，而且这个怀疑是普遍的，不是少数，绝大多数。所以今天讲善法，没有人相信，也怀疑。啊，什么叫善法？是从前帝王裕民政策，啊，搞这些东西，便于他自己的统治。啊，让老百姓遵守这些。啊，现在大家普遍接受这个教育，不相信了，连父母都不相信了。啊，父母爱你，那什么应该的，你生我，你就要爱我，我可以不爱你。是这么个心态呀，啊！孝完全没有了，啊！所以真的是无可奈何之事啊！我们只有想一个办法，少数相信人。相信的人，把这少数人集中，我们大家住在一起，搞一个村，搞一个镇，我们做出来，表演出来给大家看。哎，大家看看，这个不错啊，这好啊，我们要学习，才能慢慢恢复。如果没有样子，光凭口说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我们过去要没有汤池小镇这个实验点做出来的样子，怎么说别人都不相信。啊，告诉我，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啊，不是事实啊，一句话就把你毁掉了。啊，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过去曾经做到过的、发现过的，他不认识，不相信中国历史。啊，认为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，外国人聪明智慧，发明机器，发展科学。啊，中国人愚痴，什么都不会。啊，瞧不起你。啊，你所作所为，他们怎么肯相信？这一定要做实验。啊，每一个国家都用一个小城、一个小镇来做实验点。啊，实验点必须要召集有共同见解的人。啊，共同信心的人，大家住在一起，把它做样子做出来。啊，大家看了就生起信心。
啊，要拯救这个社会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拯救信心做起。他不信，什么方法都落空。啊，头一个要救信心，救信心就是拿证据出来。啊，现在科学精神就是要证据。啊，拿证据来。啊，我们把无伦无常做出来。啊，让他到家里来住几天，看看我们的生活，看看我们家庭一团和气。啊，这样做人好不好？啊，还是你们家庭里面天天吵吵闹闹，啊，打打杀杀的，这好吗？啊，让老人看见你的儿孙天天孝顺你好，还是儿孙天天背叛你好？啊，老人跟儿孙不愿意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天天吵架，甚至还动手打架。啊，不从这里下手啊，是决定做不到的，是一定要从实验下手。啊，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了佛教，斯里兰卡是以佛教治国，啊，教化人民，我们看到了。真欢喜啊！啊，跟着我们去的，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，他们亲自验证。佛教治国，佛教教人民，啊，成果亲自见到，相信了，啊，欢喜赞叹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在今天21世纪还管用，还真有效果。其实，每一个宗教经典宿主高歌，天天就拜他没用处啊，天天念他不懂意思也没用啊，一定要把意思讲透。啊，在我们内心深处把一些错误观念纠正过来，接受经典教诲，然后把它落实到实际生活当中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，没有一个宗教经典里面叫你害人，叫你杀人，没有。啊，都是叫你爱人，叫你帮助人，叫你怜悯众生。啊，所以宗教是圣贤教育。是公正、平等、和谐的教育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去学习，去研究，去落实
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这个世界社会问题全都得到解决了，地球上这些灾难自然就化解了。法藏比丘心好，念头好，言行好，所以他在因地身口常出无量妙想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啊，自信里头有这个功德，啊，这个功德了，就是相广，六根。眼耳鼻舌身，对的外面五尘，色身香味触法，啊，五根都放光放香，外面呢，五尘也有光也有香，极乐世界就是啊，香光庄严呐。他们的物质境界从心理上转过去，心理纯净纯善，啊，心行不正，人心不正，这个身上气味就很难闻了。啊，怎么办呢？用一些香水，啊，涂香，涂在身上，用这个来掩盖它的难闻的气味。用这个方法，这方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中国古人没有这些东西，这外国这些香水这些东西。用熏香衣服啊，衣服用熏香的方法把它熏，天天熏，哎，衣服就有香味啊，富贵人家了，有钱人家才这么做啊。啊，真正修行人不要。啊，虚云老和尚，禅宗大德，啊，一年剃一次头，这看虚云老和尚都留了胡子，头发很长，一年剃一次头，啊，大概也一年可能洗一次澡，可能。啊，所以衣服领子都是油垢啊，领子都是黑的，他也不换衣服曾经到香港来住过一个月啊，35年前我第一次来讲经，还有一些同学曾经见过老和尚，伺候过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这个衣服虽然好像很脏，油垢，闻闻他，清莲花味道。
不难闻。而且很奇妙，它的香气能治病。这是什么？心得。那最著名的也是在那个时代，抗战时期，金山活佛。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一个出家人，他的法名叫妙善。好像抗战胜利前一年吧，还是两年，过世的。人家称他金山活佛，真有神通。台湾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，对他很熟悉。告诉我，他真有神通。又说，我们心里想什么事情，他知道。没说出来，他就能够给你解答，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。也是一生没有洗过澡，一生不洗澡春夏秋冬就一件衣服，他衣服很简单，他没有第二套，里面穿一套小褂裤，外面一件长衫，冬天下雪也是这样的，夏天6月天他也是这样，冬天他不冷，夏天他不热。跟《济公传》里写的济公差不多。喜欢捡垃圾，特别是破铜烂铁，他捡来干什么？捡来吃掉。你看生锈的用的，他拿到嘴里，他就把它嚼嚼吃下去了。人家送个钞票供养他的，这最肮脏的东西，全部吃掉。供养他，他吃掉了。一个星期不吃饭没事，一餐饭吃个30-40碗也没事。这个是乐观法师见到的。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，每一个同学都想供养，盛一碗饭来给法师吃，法师当他面很快吃掉了。那个人又来了，一次吃了20多碗。乐观法师再来问就制止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法师这怎么能受得了啊？不要再送再盛了。”他跟乐观法师讲：“不增不减，《心经》上说的，不增不减。”他有这个本事。真给人治病，疑难杂症，给什么药呢？身上搓搓那些狗腻东西，拿给他搓搓，搓个碗给他吃。他闻那个碗很香，真的吃了病就好了。信徒很多，疑难杂症都找他，吉凶祸福都问他，他都知道。这不是假的。
啊，我们这里也出版他的书，乐观法师写的，还有主云法师写的。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，啊，到处打听他这些神迹，啊，事迹，写成一本书。啊，乐观跟主老跟我都很熟，他这两样东西合印在一本，好像我们真都有。啊，这是说明什么呢？量子力学家证明的，静随心转。真的是静随心转，我们就是心不行，心太杂了，太乱了。啊，佛讲的这句话，智心一出，无事不办。把心放在一处啊，我们今天提倡的，把心放在哪里？放在阿弥陀佛。啊，佛说这一处，我们就用这个做一处，阿弥陀佛这一处，我心就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什么也不想。啊，我什么也不求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功夫得力。什么叫得力？妄念杂念真的没有。效果就出来了，智慧就现前了，神通妙用就现前了。往生真的与知识之啊，跟阿弥陀佛又好。来接引的时候，一分一秒都不差。啊，要想做到这个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啊，肯不肯放下？啊，要真放下。不能有丝毫眷恋啊，那就是烦恼习气，那就是无明的种子啊。所有自古至今修行人不能成功的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都是受这个害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时时刻刻小心啊，这个魔障就在我们面前周围环绕，我们要不认识它，不远离它，决定受它之害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又宝莲佛光品曰：夜夜花中，除36百千亿光，夜夜光中啊，除36百千亿佛。底下念老告诉我们，一光是莲光中36亿分之一，这表什么？表
极微细，不要这个意思。啊，微细相容啊，这代表微细啊。而一光中呢，含摄36,000,000,000亿佛，表极微细中含容一切诸法。这一尊佛代表一个佛国度，代表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显示出微细含容啊，微细含容这个境界，无量寿经里头讲到了啊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，华严里头有，这部经上也有。第七，因陀罗王法界门。以上啊，微细相容门，名一重之相，如相寂。而未名呢，重重无尽相如相寂之意。啊，前面读到的这一段。啊，微细相容安你们。是一重相如。但是我们读一重相如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就知道重重相如。一定能想到。啊，夜未城里头有佛世界。那个佛世界里头是不是又有未城？那未城里头又有佛世界。佛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重重无尽。因陀罗王法界门就要说这个意思，不是只有一重，而是重重无尽。这才叫做其小无内，找不到内；其大无外。这是心得，说明自信的本自具足啊，这是自信自然的现象，它本来具足的，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一个能想到重重无尽，啊，难为世尊在华严经上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啊，祖师大德详细给我们解释，啊，用种种比喻让我们能够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理解之后你才能放下，才能对这些现象从容处置。
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你就起如境界了，得福受用。啊，跟诸佛如来啊，无二无别。啊，这就叫起如，也叫真的。啊，心皆行正。啊，到这个地方功夫才叫圆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。